这边是冠杰总统，咱是要选勇敢。一个年轻的心，咱三百兄弟，民进党，非常感谢，感谢咱的议长。我对妈祖金口给他告假。大家一个手一个手，你搞搞笑，笑些啥？祝一个台湾人的希望，祝一个台湾人的未来。8月13日，咱要政党轮替，让咱的好友宜做咱的总统，让赵少康做咱的副总统。咱嘛真感谢。伊二十下载，伊敲电话叫我管过，伊甲我讲，二长真抱歉，嘛欠你真多，但是咱时间到啊。咱来做一个上圆满。我今仔日，从今仔日开始，咱每一个人加敲十通的电话，咱今仔日四界走走。非常的感动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所有屏东乡亲。伊的政策对咱屏东这种农业区非常的重要，老农老渔的生活津贴，过来。老人囡仔拢总甲提高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当选当选当选。你一定要享受我的权利，你的家。我的眼睛为了你看，我的选票只为你投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。